那时候我是玩八分之一的越野车，拿越野车来跑硬地。啊，那越啊正常啊，一般我们马路小英雄都是这样起来的、啊。那个时候，那块道吼，是迄个柏油路面，所以他一定是要跑平跑。迄个时候遐盖侪拢百分之一的白跑啊，啊无十分之一的房车，差不多。屏东有模型店吗？有。屏东几啊间呢？几啊间哦？嘿，哦，安尼人家嘛真正去拜访一下会使。讲几啊间，真啊收几啊间起来啊？嘿啊，你知影这地无好经营。无好经营。我们那个时代还有兄弟，在屏东市里面都还有兄弟，哦、兄弟模型店、哦，兄弟。我也是兄弟，兄弟要维持哎，但量很大。啊，那时候结识之后，那什么机缘去创造这样一个车厂，争取这样一个车厂？从那里到这里还很远呢。啊，是哦。对呀。啊，在一起这样玩车玩多久时间？那时候应该是差不多九十几年。嗯，九十几年。所以十几、十二年啦，最少有十年。已经先认识十多年，也玩车玩了十多年。对呀。那时候跟张老师认识那时候那个场地还在啊，好像过了不到两年吧，不到两年，因为他那边土地买卖的关系，人家已经把它卖出去了，所以那个是私有厂，啊是用有车厂还是说只是一个空车厂？车厂，对，它是跑道全部都也是像规划，就像这样，而且正式还不错，正式硬地厂，而且还有看台啊，还有操控台都有呢，都有。对啊，那么漂亮的地方，他地主就把它卖掉了，收起来。啊，所以可是那个硬地应该是跑硬地车啊，怎么会跑越野车？啊，他也开放，他就拿越野车去跑。哎呀，还记得第一次，啊、我以前想我招第一次碰到面的印象是什么？印象啊、哦，应该是说。我大哥和蔼可亲哦，马上下场指导一下，发挥老师的那个特质。我一年招百分之百跑啊，嘿嘿，应该讲起来我的车盖侪啦，就是都喜欢玩，那、啊、都不会精，就这样啊。但是那个场地收起来后，大家四处流转，你知道吗？后来跑到那时候屏东市天公庙前面，你有一块停车场，那边也有人玩。坎顶焚化炉旁边也有一块。停车小小停车的地方，那这样我们也是拉水管，就四分五裂。对，然后拉水管在那边也玩，就这样又过好几年。好，那个时候我之前那是九几年，潮州那边是九一或九二吧。九一九，哦，十二三年了。嗯，不然你怎能待几年？阿妈，屏东的车友，大概我们都见过。那时候林洛还有一块那个人家田地。林洛田地里面开放的那个越野车场。哦、你个有印象吗？那梁友，迄个我无记。迄几年？哪个时候？几年？马龙超迄个时阵啊，到十三、到十四。我那时候阳光正热哎，你看非常非常热。这么多地方就没有正式场。等于说这个空档期啊，没有一个主力的场地，将近十年。十年了、哦，到处跑啊。十年，大概六年前，五六年前，高雄万大。万大桥旁边，万大车厂出来，万大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水淹过嘛。那个时候万大成立了以后，我们就有过去。万大也是算公有的，对不对？对，算公有，是高雄县政府做的。所以那时候五六年前成立了万大，但是也因为这个机缘才想说，屏东不如也来一个。是不是六年？有没有那么差不多？差不多应该有六年，应该有六年。那时候那个协会不是有在那边办一次比赛？万大有、啊、大雄他们去了、大雄啊，对啊，万大那个车厂开幕啊，那他们县长杨秋新也有来哦，啊那时候跟我一个姐夫是高雄县政府新闻局长，所以我也去呢，开幕我还去玩车，玩车给他们拍，哎、这样，然后县长就给我拿去玩，就当场就拍走了，这样说的，聊这么多哦，然后。我们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动机的部分，在屏东像你刚才讲十年的空窗期，然后在要去做这样的车厂的话，我想爱玩一定是主要动机啊。然后第二个动机是说，怎么会想到说，哎，公有的场地它可以这样使用，是因为万大那边的关系吗？对啊，万大是启蒙啊，人家县政府都做了，澳门屏东没有还没有办个车厂，啊，那时候是谁发起的？两位？
就是可以转发起人也算很多个啦，只是、大家都有想要找。那时候就是真的没有场地了，龙和收展，因为去的地方第一个都是私人的，人家也不喜欢油车吵。那时候电车还没有很流行，没有像现在这么流行。对对对对。为了找场地，成立协会。那协会在草创的时候是跟政府哪个单位去沟通？这那么困难啊！成立协会的一个目的就是，因为用协会的力量哈、比较容易争取到公有土地。对，你用私人要跟县政府争取公有土地很难，因为他会认为你没有办法负责，而且你是盈利组织，对，他可能就不愿意做。所以那时候转了个公阿伯，那就先成立协会好了。那可不可以聊一下协会成立的这个辛苦的过程？比如一开始你们会不会找不到单位，还是一开始就很清楚，就是张老师有这样一个关系，很快就啪就进去了？我成立过屏东县嘉平溪文化工作协会，那是我们屏东县的。我也成立过屏东县内部国小校友会，那是跟中央单位成立的，内政部成立的。就是贵人的啦，所以一个有动静。那个时候他说要成立嘛，我就想那应该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成立过两个协会。坦白讲，对张老师来讲没问题啊，对很多，比如说像我跟你讲，一般人绝对成立不出来。成立，他没门路没方法。其实我不会啦，那个社会处管的啊。对啊，张老师分享一下你们申请的，比如说这些单位，然后用怎样的方式，好、哦，他比较有通过的机会。都一定会通过啦，好没有没有理由，因为这是人民组织社团的权利啊，所以他一定会通过。但是你就是对口单位是找哪个单位？县政府就是社会处啊，社会处他有管社团法人，他管社团那个单位。内政部也是一样，内政部就对中央政府咯。对，就是中央政府，因为我们有全国的协会嘛。对对对。啊，所以在县单位的话，就是社会处就可以。社会处就可以了。对。啊，他一定要这样的，他有几个流程。第一个，他有一个申请书。社团成立的申请书，那个申请书寄过去以后哈，他就会限期，请你开筹备会三次。开筹备会是不是要筹备委员？对啊，筹备委员开会签名，会议记录报出去。当然你要发文先跟他说我们要开第一次筹备会嘛，然后他同意了，你就开了，你就把记录送过去，就开第二次，开第三次，开了三次以后，你就可以开社员大会。这个时间一次大概都以一个月为准了。我的时间抓起来就是这样，开到第四次开社员大会，开完社员大会开完，协会大概就会成立了，他就会给你官方。哇，那协会这样，协会就可以半年内可以搞完一件事。大概是半年成立协会，那在半年来申请。你如果速度快一点，三个月就成立完了，就你就公文网。可是他那个怎么会员的那个招聘这些，像我这一直听道听途说说啊，怎么要几个县是多少人？那我跟你讲好了，就屏东县来讲哈，县的协会的单就是，我们屏东县有21个乡镇，那你要超过一半，你要12个乡镇都有会员。人数呢？有人数30个人以上，那还蛮简单的。对啊，我就跟你说，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三十个人对我们来说，你看，转哪里丢旧吧？潮州，而且他做生意嘛，有24例。潮州附近的有24例了，20例。现在老了破败了。对啊，他附近的乡镇叫就6个乡镇了，2个乡镇就这样凑齐。30位成员。30位。还没说一个乡镇至少要几个，还是不用？没有，只要一个就可以了。哦，这样你看，你把这些资料都准备好，然后。报纸刊登那个招募会员的那个，报纸还要刊登哦。报纸要公开征信啊。表示我们协会的确是，我们不是很那个那种秘密组织啊，我们是公开征求会员的，谁都可以参加的啊。哎呀，人民有组织那个社团的权利嘛，但是是针对这种，社会团体嘛。好，就这样，你把资料送县政府，社会处他会帮你办。对。就这样哦，三个月就成立好了。那另外一个比较好奇是说，协会它的资金来源，因为毕竟要运作要保护，但不能说我只有人力去做啊，它还是要预算，政府会给予辅助这些吗？那讲到这个转啊专场啊，募款吗？募款，收钱，吃饭，所以有募款，还是说公家机关也会有一些辅助？公家机关一定有辅助啊，但是这样刚开始都大家自己要出钱。对，公家机关补助是属于年度预算，还是说他就是你们有办什么活动或者带团出去？一般对社团哦，他第一年有一个。
那他也怕你夭折嘛，他第一年你去申请一定会给的，就他会给你20000块作为你们的活动或行政的费用。嗯嗯嗯，如果你社团自己就很有钱，我有几百万，我干嘛跟你要这20000？一般就不用申请了。所以成立也要跟他出示财力证明吗？不用，那个也都不用。他不会管你财力，只管人头。他不管有没有钱，除非你要成立基金会，基金会要200万，而我们不是啊，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嗯。那时候有我们第一任的那个理事长，嗯宰哥啦，陈生在，他因为他在交警，还义警，义交，他之前是义交的队长，书记，嗯，这样，你逃啊，别安尼了，我跟，嗯，哎，这样的話，他有一定的人脉，嘿，所以他那边去筹募所有的基金。拍戏，很给头精美。哎呀，筹募所有的资金啊，健全这边也是吗？嗯，我是没有，我只是收会费而已。哦，收会费，你看多呢？收会费最大，人家钱缴过来，那个 cash out 的出纳，还有人脉呀、啊。哎呀，因为他认识很多人啊。哎，有认识很多人，他就可以收到钱啊。有的，其实有很多人交钱是没有来玩车的。好、啊，有很多人来玩车是没有交钱的，都不过这不没有关系啦，这反正我们协会就成立了，就这样子啊。我们其实也透过地方的民意代表，像宰哥他跟潮州镇政民代表，对，有很多都有认识，密切的，因为他以前在那个义交嘛，哈，然后认识的话就跟他们可以要20000块，对，10000块、20000块这样，作为协会的一个行政费用、设备费用、活动费用。他们也算正常支出嘛？他们正常支出啊，因为我们成立协会了、啊，他可以补助款给我们。我们是县级的单位呢。对，我们在出来外面跟乡公所招总，我们是平起平坐呢。所以他其实他们都很愿意补助我们了。其实因为我们是推广正当的休闲活动嘛。其实聊这些，无非其实一个用意，我们希望以媒体把正当的讯息给各县市，他需要这样资源或者这样讯息，因为很多在各区县市，很多人一直在会讲，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或想做，他没有人去 support 他去做这事情。这一段很重要，对，我觉得这一段非常重要。剪好，我们就说500块而已。会员费500，还有没有什么入会费？入会费有，第一年有年，第一年的那个年费入会费怎么算？入会费是大概多少钱？我们第一次收哈，刚成立那时候收500，年费收200，7-8块呢。啊，就收个呀。啊，第二年以后就会就只剩年费200。好。但后来我们发现200入不敷出啊，我们现在已经到第四届了。所以我们第四届是4年的意思吗？不是。后来我们刚开始是一年一届了。然后后来我们觉得一年一届，理事长这样太轻，对他来说太轻松。改两年一届，2年一任就是要2年。现在理事长谁当？啊，最简单。嘿，一任就是要2年。组织干部目前大概有哪些组成？哦，我们有大概就是行政组嘛。对，行政组包括文书啊，活动组、财务组。活动组、财务组，这也是政府要编列的，还是要自行？他提供范例，提供范例给你，大概就这几类。你一定要有财政单位嘛，因为你添购的这些设备都有财灯的问题嘛。对。啊，你一定要活动组嘛，否则你怎么办活动？怎么跟外面那些人在打交道？对不对？现在活动组谁在处理？我其实我弄这会者，其实印啊不赶快，要盖章的时候，大家印章拿出来不一样。其实活动还是要一起办的。对，活动一起办，他、啊啊、只是说看谁出那个那个人头去做那个单位的。啊，其实活动组就是兼理事长，啊，兼行政组兼财兼文书嘛。啊，就这样。所以主要核心干部也是3-5个人在处理，就对了。大概这样就够了。那以这样，协会成立到协会是几年几月成立的？应该是100年左右，对不对？哎，199年哈，99年，我们大概就在3月成立，4年呢，4年，哎呀，4年的时间。那场地申请是在这2年才起，才这2年才开始用。它中间为什么会隔那么长的时间？这其中哈，还有一段路很遥远，也不是有的协会政府就马上给你土地。对，那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在那个坎顶？对不对？之前坎顶有一个会员啊，那时候，协会成立之后，第一次申请的土地就是在坎顶交流道下面，所以这还不是第一个了，这不是第一个。那时候我们就发公文了，可以发文了，就
很爽，行使统治权。我们就发文给先生说，我们协会要求使用那个交流道底下的场地，啊，请你们派员一起来会勘看可不可以这样。对，那时候也找崁顶乡长嘛，哈，请他们共同来那个支持这样。就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地方，第一个啊，适合玩越野车，适合玩越野车，因为那时候那里没有这个柏油路面。好，光铺柏油路面可能要花将近百万，要这么大。所以这一块也是后来才铺的咯，原本不是哦。原本可以做成规划成这样，你要怎么样，他就帮你做成怎样。哦，我以为是原本你们是运用它原本就是柏油路，然后只是把它转化成这样。铺柏油路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要过来会看。哦，我们都要来看看要怎样铺啊，要用怎样的路面。我们当初有要求他要细一点的，但是他是没办法。所以这个是针对崁顶乡的乡长，还是说就崁顶乡那边，然后公务处哈？那时候我应该这样讲。去跟崁顶乡那边联络，对，那个是崁顶乡那边处理。可是这一块地，这块又不是哦。嗯，所以崁顶那边大概几年前去申请的？大概1999-100那个时候。100年那时候，刚成立的时候就刚成立协会就是要申请车厂啊。那时候已经相中崁顶那一块就对了。对啊，那时候跨盖固啊，已经看很久了，口水流很久，对不对？你看崁顶就在潮州旁边，对，对不对？啊，转那个地丢就压嘛。啊，我们内埔去到那边也不远啊，交通方便啊，交通方便是交流道一下来就是了，对，其实要让人家找，可能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找，第一个可能就是交通要方便，了解啊，那时候五格像这样子，比现在还大，五格玩新千五格。一共没有玩五格啦，哦，这么好哦，五格啊，因为那整个地方都没有规划，对，说在场地用下来的这个经费其实也不少哎，我们边随便边超过100万，先政府跟我们说没有钱，重点卡在这边，我练这么多钱，对，啊，要不钱，哎，那时候又刚好有另外一个，所以其实是可以，我们编预算，政府省了，他有预算，他就可以有预算帮你做，他可能会觉得跟他政策相符合 ，OK， 这一块就跟他政策相符合，哎，这边就给我们。那像我们桃园有那种66快速运动公园旁，也可以来搞一个这个，当然可以啊，所以他要看政策，对不对？运用价值，那钱这才是重点。那假设今天这样讲。政府跟你讲，我没有钱，我没办法，我组织有钱，我自己用，你地拨给我就好了。可以啊，也可以这样吗？那你不用给我们钱，我们自己把骨很硬啊，我们自己处理就可以。100万小事情。我们而且但是你要跟他讲，我们地会帮你管理得很干净的。而且你什么时候要用，我们就还你了。但是我们要签约。哦，还有时间上的限制啊。对啊，因为这高工局交给县政府，是县政府管理呢，只是县政府管理。所以他只有管理，他并不是所有权。他没有所有权。了解。那所以，但是现在应该是整个都移交给县政府，因为那时候还在盖高速公路，现在盖完了。好，但移交越快越好啊。全部都高工局全身而退，比较不用责任因为他现在这个场地就是客户处管，还有一个管理，应该是说督导单位了，客家事务客家事务处，啊，这一段他们称之为竹田之心了，发展协会，这样子构成就对了。他们主要也是要推动，应该是说给他们这边可以有一个地方休闲，休闲运动。所以等于这个区块，目前这个区块有很多好几公里哦，认养对不对？从这里一直到最底端，大概有将近2公里那么长。啊，那时候崁顶为什么后来没有下午？啊，崁顶第一个我们没有经费建设那个地方，第二个县政府没有要发展那一块，县政府的竹田之心计划。就上好几亿的工程是在这一边。那时候那个谁啊，那个赖耀西，赖耀西他那时候是县长秘书，他就跟我们约时间，我们就去找县长，对不对？你有去吗？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县长谈，县长就说我们在崁顶那边哈，交流到那边还没有规划什么计划，倒是我们有一块，他说我们有一个竹田乡这边有一个计划叫竹田之心，然后他说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有经费要建设，还是这个地方嘿，你们干脆用这个地方一起用这样子，但是我们还坚持说不要哎，就是要崁顶那边就对了，我们一定要崁顶那边这样，那应该是很嚣张这样，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这里，那时候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对，还也没来看过，也没有来。我们竹田段，我们觉得竹田段很荒凉啊。哦，那因为荒凉，就是工程才有经费啊。这里已经到零落，所以很多车友来到这边找不到入口。
当初我跟大哥第一次來的時候，那为什么就是公有组织彩排啊？对啦，大哥不能立招牌嘛，因为这其实还蛮好找的，因为他们从那边一直建设过来，这边是尾段的，这已经最末端了。因为我说在这边如果找，真的比任何地方都好，两个招牌就左转直走。对啊，它其实很好找哎。其实，只是说它的入口很隐秘，觉得这这么小，对不对？这样对，会不会开去不该去的地方？就是对，就是会有那种感觉。虽然我刚才来先开到屏东监狱去。哦。对啊。对。好了，所以是这个机缘。那这边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就想，就停了，大概又停了快一年，都没有动静。那后来有一天又打电话进来，就说我们昨天之星那一段，公务处打来的。说我们昨天之星那一段哦。最后面还有好几块场地啦，还没有规划，你们要不要过来用？哎，我们说，那既然这样，那就过去看好了。我又跟转啊，我们又过来，然后约时间，公务处也来，客家事务处也来，厂商也来，对，全部的人都来了，我们就来看看了以后，我们就想，还蛮宽的啊，没有坎顶那个那么长啊，坎顶感觉一下又比这个又更长，但是。小型车来跑还可以跑，还 OK， 对。而且那时候厂商公务处的意思是，你们要什么样的场地，我们就铺给你。刚开始会选交流道底下，好像理事长那有去看过台南八六的场地，可以请他讲，他怎么会有八六的场地？八六场地现在还在吗？台南市的还在啊，都还在。我有去看过的。他那八六场地也是协会申请还是？没有，他们完全是私人的，好像私人。他们看那一块没人用，就把它围起来。哦，跟我以前北部那个伟力不可能这样子，对不对？对，不可能啊。台湾没有土地是可以荒废的。所以八六他现在也是还存在。对啊，八六还存在。现在比较少看他们在PO啦。之前他们也很常去啊。可能现在。可能也有其他场地在开发，会有差，有啊，那个台南那个麻豆那边还有一个 GTR， 我知道小庄，那个我们也都有过去，都有过去，因为他那边也算很大，所以你那时候去八六看完回来就想到，这一块，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愿意来这边进来看？是有人说，那你来看一下怎么样？公务处啊，通知我们他们公务处，对，他说他们昨天也是两年前嘛。还是更早了，就是坎顶的事情结束两年前，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停了大概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那时候就没有新的场地，一直等到公务处打电话，就不知道是打给理事长还是打给我了，就说他们竹田之星快要完工了，对，然后后面还有几个场地还没有规划，看我们要不要进来这样子，表示他还是有记得我们的事情啊，所以他这样整路下去到底规划多少的设施？两公里啊。很长很长，它有什么设施这一条？有，你如果有空，你可以下去看。那里有一个完全木造的竹田之星木造桥，对，没有一支铁的螺的钉子，然后全部用木头造的。然后再下去，它有桥墩底下，它有规划儿童乐园，有规划市集，很好，大家可以来这边市集买卖东西。进来的路就是那一条吗？还是说它那边都有路啊？哦，那边才有主要的，都有更大的路。反正这边算是那个发展的尾段，对不对？对，这是最尾段，再过去就运动公园了。哦，那其实我这个拍下来，真的要拿给我们建筑好好检讨一下，人家是怎么运用它的资源。所以这是花好几亿的工程在这边呢。对啊，可是如果说底下它的，而且它主要是规划自行车步道，屏东的自行车步道就是连接整个南二高底下嘛。好，它是好几十公里的自行车步道。所以它其实是整合了整个。交通跟休闲娱乐资源在一起，有效的去运用。地方特色啊，因为这边是客家地区哈。客家地区，那这边的话，就是说，像我们一般讲，如果说要上个厕所，这边厕所就在木造桥旁边，就有是公有厕所。哦，那这样很方便呢。其实又不用我们自己盖厕所，这远了一点点呐，要走两个坡都才会到。大家都有车，一般带个小的骑脚踏车过去，公有脚踏车走路就可以了。真的蛮不错，走路就可以到了。因为我们现在北部的美堤其实还不错玩，就是大家很头痛，好热，夏天热到那个头皮都会脱皮的。这里不会，跟万大有点像啊。万大也是吗？因为万大啊，万大好像海边是不是？海边，它也是高平溪。万大是下午我要去的地方。对啊。OK。啊，所以这样整个运作起来，有办了哪一些活动？在这边的话，还是说在我看我们外地也有去参与活动哈。在这边应该目前。应该也不算有办过活动了。之前那个活动是这边落
我们在这里开过社员大会，对，开过办过那个遥控模型静态展，还有遥控协会的会内赛，所以说是会内赛，其实全部人我们都不认识，就他们有人在跑，就来一堆人这样。我办这个活动的一个用意就是第一个争取经费啦，一个活动大概补助20,000块，啊，第二个就是那个还是提高知名度啦，大概就是这样。那我回去会帮那个我们学会开一个版面，对，那就是说假设啦，就是说不嫌弃的话哈，有一些比赛活动你可以在我们直接po上去吗？那我再把建宇这边设成版主，那我会看我时间，如果时间我这边没有强蹦的，我就会过来，对，过去做一些采访，因为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整个圈子更活络，那如果这边出去也能够受惠于其他县市，我觉得帮助很大。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强啊。我觉得很强啊我玩车很弱啦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每个县市都有这样的协会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我那时候对遥控界来讲是不错，我那时候就跟协会讲我们要有下乡行动，所谓下乡行动是你觉得很远你不想去的地方，并不是说这个地方荒凉偏僻，其实你要去多走动这些各地的组织或者一些场地，你把它串联起来，那像我们协会那个地下CCA它是一个全国的组织协会，可是你没有其他这种协会，你没有办法运作。你跟内政部登记有案的嘛，对不对？对，登记有案，可是你没有其他的协会啊，哦。比如说健全，我们那个可能要办一个年度什么什么，但我们可以跟政府所谓要一些资源。当然了。对，那这时候去结的时候，这样的活动它才是一个全国性，因为我看到像中国，他们有所谓的那个青少年那种比赛，你知道吗？广东省什么，他们各自办。然后一年就轮一个省，突然哇，那个人我讲1800多人，多恐怖啊！他们是国小开始办活动，办国中、高中，办到那一种就是社会组的时候，青少年组。我说小平你们多少人？就问他们嘛。1800多人，我看 FB 看到吓到，真的。其实台湾能不能做？台湾才好做，才一个台湾很小嘛，对，交通很便利嘛。你看他们多不便利，可以办成这样，啊，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对，那我会觉得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对其他县市影响会很大。至少那个路线大家不会有要找门路或者方法用错了，对啊，很感谢建全跟高老师，对啊，那没有活动的部分有没有啊？对，我也还有另一个重点说，因为他我看协会屏东县遥控模型协会，对他也没有针对类别，他说他盖刮全部都有，全部都有陆海空全部都有。陆海空全部都有，就全部模型我们都可以收进来。现在目前的阶段是针对车厂的部分的一个车厂，有没有哪一个时候会针对，比如说飞的啊或船的这样一个？目前是还没有，所以目前主力还是车子，对不对？但是玩模型的很多，玩模型的很多了，玩飞行的也很多，也很多。那有协会自己的飞行场吗？我们都在潮州飞厂飞啊。潮州飞厂，潮州飞厂算是公有还是公有？那个不是飞厂，它是被人家背出来的飞厂，还是说它本来是规划是那个区块就是飞厂？那是跳伞厂哦，那是飞机，就是跟我们刚刚讲那个遥控车场地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那所以当初高雄的飞友他们也有在那边使用，都在那边飞，他们有跟那个好像是空特部他们那个单位。租界哦，他们那时候高雄下来那一群人他们也算有用借的了，那那时候我有看协会那个什么那个好像有去不知道去哪里飞机的一个比赛，在北部是不是？哦，你说那个苗栗苗栗哦，对，苗栗对，那个是那个是因为也是县犬们率团过去的吗？没有，其实那一次我们这边两个人去而已啊，因为是。可是我看上好高雄市，高雄市那个遥控运动协会那个陈理事长，他们也是，他那个是也是全国性的活动啊，他也算带他们里面的飞友去参与，去交流。然后我们高雄还有一个协会，有啊，他们叫遥控运动协会。我觉得我他们是隶属于运动的，干脆把所有台湾所有的遥控相关协会先列一个清单，好，把它抓出来。这种查得到吗？我如果查屏东县的没问题啦，但是要查其他县市，因为他应该要对内政部立案，应该内政部查得到这些组织协会才对。内政部只查得到全国性的，对，他县可以查到县级的。好，
所以你们这边是算是我们现在是县级的，所以内政部也查不到，内政部应该没有我们的资料才对。哦，那就要各县市去查就对了。对 ，OK。好，那在近期今年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就最后今年哦，刚开始吗？对，还是去年？今年，对啊。去年的话，像刚才讲过办会内赛啊，或者静态模型啊，一样啊，我们都比较办理啊。就是、啊，我们今年会比较注重在设备啦，协会自己设备的一个扩充，包括我们模型的添购有没有？然后电脑啊、会议桌啊等等，我们还有这些旗帜的制作啊、宣传啊，宣传都要钱呢、欸。啊，都要，所以协会需要有经费啊。对，我们需要。那协会会不会有透过一些募款对会员一些销售的这个模式，让协会有获利？没有，没有。我们一开始哈、哦、想要推厂商进来哈、哦，对，我们要联络屏东县的模型，模型店或者全国的模型厂商，对，因为我们如果跟他有建立很好的关系，他以后会赞助我们活动，然后也可以宣传他的产品啊，对啊。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去拜访厂商，还是要花时间的。啊，那以我的工作量，可能要出去，就弄客转啊，弄来转啊，到处。其实我跟大哥，我们的工作时间真的要去接洽这些厂商，其实不容易的。那目前的话，我们会员内的这些消费者，他们都怎么样去取得他们的模型？买到了，或者就是上店家网路。对啊，应该都这样。所以这样，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是屏东县遥控模型协会的，我们可以做个，证书或什么给你。我可以跟你说，你在哪里买东西？我们因为我们要跟店家签约嘛，你在哪里买东西，人家打八折，你可以打到七五折。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就是说协会也得到一个肯定了哈。对啊，店家也愿意把。把比较低的利润回馈给我们的会员，回馈给会员这边，等于会员去买，他会员去买，他可以买到比人家便宜一点的东西，对，回来这样子，其实这个蛮不错啦。对，然后我们协会又可以把我们的锦旗挂在他的门口，对，这是我们模型协会签约的，对不对？对对，就是这样。那今年要做这件事情呢，那最少要签几家？最少要签有20家，看会不会会员才会觉得比较方便。屏东有这么多模型店啊？屏东没有，但是网络有啊。网络的模型店我们也可以签约啊。哎呀、啊，就是说只要他可以会员可以出示他的会员证照。所以这一块都已经在构思了，对。我想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想要再更扩大嘛，哈。对。你要更扩大。你总是要让会员有一些利润，你一定要利润，对，就算你卖的东西不是模型的东西，也还是要让会员觉得，哎、欸，我们参加这个协会不错呢，我们这协会出去外面买东西比较便宜，搭高铁比较便宜，有没有？这样啊，这样好像我拿悠游卡，我到哪边消费都一样。对啊，对对对啊。其实这个不错，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好，协会大概都会这样发展。因为这样人口才会成长嘛。对啊，而且消费族群还扩增，现在算推广期呢，好，对，很辛苦呢。好，OK， 好，那我们也谢谢建璇高老师的一个介绍。这里是屏东县竹田之星公有场地，那这个场地的维护啊，要靠所有人一起来帮忙，才有办法达到共赢、双赢的一个场面。那这附近啊，刚好有矫正署的宿舍，还有公路局的高速公路的宿舍也在附近。所以我们在这里啊，非常注重的就是时间的一个使用，还有噪音的管理。啊，当然，所有来这个地方使用的车手啊，能够注重他们自己的清洁，把带来这里的垃圾把它带走啊。我想，对于整个场地的维护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就订定了这一个公有场地的遥控车场的管理办法，啊，也希望所有的车友可以共同来。经营这一块场地。达拉港很有名，怎么有名法？达拉港啊，达拉港就在竹田乡，那是以前的丰港西旁边的一个货物集散中心，是一个河港。丰港西哦，以前客家人沿着丰港西上，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它因为整个靠海边的地方都被闽南人占领。他们一直上来，一直烧土地，最后落脚在达拉港这个地方，就是从达拉港上岸。那达拉港这个地方啊，就成为客家部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集散地。
而已。这个餐是非常有名的哈、哦，所以玩完遥控车，我们还可以到达拉港来吃中餐。